姐。Hello, I'm Lulu。今天的学学 ABC 要来学什么呢？跟动物有关系哦。What is this? 这是什么？This is a cat. 这是一只猫。Cat, 猫。Cat, 猫。This is a cat. 这是一只猫。Cat, 猫。对了，这是猫。Cat. What is this? 这是什么？ This is a dog. 这是一只狗。Dog, 狗。Dog, 狗。This is a dog. 这是一只狗。Dog, 狗。答对了。Dog, 狗。那我来请问大家，这个影子是谁的影子呢？是 cat 还是 dog? Cat, 小猫的影子。答对了。是 cat, 是猫咪的影子哦。猫咪会喵喵的叫，对不对？那再来考考大家，这个影子是谁的影子呢？是 cat 还是 dog? Dog, 小狗的影子。答对了，是 dog, 是汪汪叫的狗狗。今天的学学 ABC, 我们学到了 cat, 猫， dog, 狗。我今天学到了 dog, 狗， cat, 猫。露露好棒啊，小朋友，你也很棒哦。下次再一起来学学 ABC 吧，拜拜。